后来，这个本土疫情扩大，出现着不明的感染源，民众拢正惊疫情会来摊开。本地无啥人要自卫预防下，即卖各大病院拢防住门了了了。阿东病院甚至加开着下晡的门诊，加派一个医生协助来消透着增加的人潮。啊，这个南部联合病院嘛是挤满着事先注文的民众来领这个号码牌啊。即卖全台湾的 A G 疫苗已经注超过十万剂了，全民防疫唔敢放松。疫苗门诊外口等候区排真侪人准备提号码牌，而且嘛拢是准备注疫苗的民众。真侪阿公阿妈看到疫情欠关，一透早就来排队，开放一点钟就有150个人。老阿伯甚至唔管太太反对，就是要来。我太太，她有一点反对，但是昨天那个疫情啊散开了，吓到了，家里大小那个老老少少都是很担心的。这个不定时炸弹，也不晓得是谁呀。因为疫情的严重嘛。所以对自己的身体来保护，也保护家人，保护社区。因为大家抢要注疫苗，阿东病院嘛赶紧加开门诊。那本来只有早上，后来现在早上下午都开。那我们预定就是，如果需求有再增加的话，甚至在这里是两位医师一次开两线在这里施打，自费已经满到六月去了。另外一边，高雄联合病院嘛拢是要来注疫苗的民众。本土疫情欠管，和原本冷清的疫苗，即马大家拢抢要来注。台北新光病院拄开始公费，一天大约干那二十个人。顶礼拜开始，一天加三杯，有六十个人要注射，而且登记满到后礼拜。发言和台北联合病院公费嘛拢是登记满到5月24号。高雄小港病院、中坚病院嘛拢是满到5月底。就怕本土疫情继续扩散，民众开始甲老师准备好安，要好好来做防疫。